字最清楚，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，感动的要哭，很久没哭，不是为天大的幸福，将这一份礼物，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，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。好像是要做肠镜，肠镜好像是有点恐怖，但我没有做过。你是怎么啦、啊、为什么要做肠镜？还是要看一下吧，你要不看的话万一绝症了不太好。才能对别人在乎，尖叫了没有一点帮助就可以对谁倾诉，有一个人领悟，有一点满足，国庆回西安看一下。突然很想到一个人，然后想到一首歌，那个歌叫什么？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歌？回西安，你好多家啊。不想听这个，不，这个不行，得换一个。思考一下，哎，流沙吧。外公外婆国庆都能九江去西安，有一点帮助就准备如何结束，算了，呼吸决定吧。单曲循环这个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具啊？我一直老惦记了，我好惦记你的工具、啊、但是我不会给我开，我这辈子还能等到吗？是挺惊艳的，我一开始以为是 某个美女，你知道吗？你分享的时候一点进去，我操，这是你，然后人傻了。哎，这个歌很适合你哦，咪咪。对你说嗨，今天有没有恋爱？是寂寞太懒又帅，还是你真爱我有你现在？把糗事都说出来，注意身体。能等到吗？真的能等到吗？真的想谈恋爱了，那就让情绪决定，听呼吸频率，跟感觉旅行。谈了又甩，对啊，很适合你。其实我觉得咩咩也不是很恋爱脑，不太恋爱脑，其实挺理智的。虽然很渣，虽然很能谈，虽然会舔，但其实很理智。就是明明这个人，虽然我说你是空心菜，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不会真正的伤害到你的内心。不像有一些人，就直接就会被击垮，你不会。可能这就是因为比较有自信嘛，因为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就这个事情虽然你会舔狗，但是你不会被击垮。嗨，能甩很多斗鱼女主播是可以把糗事都说出。空心菜是啥？就是说他
没有心你知道吗，这个人就没有自己坚定的选择，就很需要被爱，就是他要的是别人喜欢他，他自己不会去爱人，他只能做一面镜子，就别人爱他然后他就爱别人一下，他对感情的需求是这样的，他不会自己去，我就觉得他很空心菜，这是我自己对他的形容词啊。你也不用再演戏，怪我不爱你，是你的决定，每句话在我心里清清楚楚地说你想离去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是我编的，这是我编的，不用学习，这是我瞎编的形容词。对对，因为你一直是把感情当成了生活的调剂，挺好的。老渣男什么时候等到你的公爵啊？好奇啊，这个月流水很少。现在几号？23号。没有你的公爵可能要死掉了。对对，你生活不是。然后有些人感情会被他很重要，就很容易被击垮。你说嗨，今天有没有恋爱？是否谈了又甩？还说难以将来，我有你现在。就是都说出来才会，我能开个荒吗？开荒开荒，用个低一点的版本。我昨天说你油腻了吗？你说的话油腻吧，我忘了，我这有的时候说话不经过大脑，你不要把我说话当时。我经常讲大家凑凑心，快了，酒驾飞机，好想今天把它过掉。不对啊，这歌词。早就开始了，他才嗨。跳下去。嗨，怎么那么坏？才两天就是……怎么我觉得不对啊？深爱？不会不会，是还是跟着原唱。还行吧，咩咩还是挺可爱的，虽然我没有很爱你，但是我还挺喜欢你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毕竟是要给我开公爵的人，主要是你看了公爵才喜欢你，现在只是一点点喜欢。才两天就深爱，说的好像真爱，我对你说嗨，今天有没有恋爱？是否谈了又伤？说难遇真爱，我要你现在把丑事都说出来，哦，才会听你表白。你是说你是真的喜欢我，真的想谈恋爱了，那就让
情绪决定，听呼吸频率，跟感觉旅行，大不了不谈感情。Just do what I'm supposed to do， 你也不用再演戏，怪我不爱你，是你的决定。为什么感觉好高？谢谢尖尖的赞叹。清清楚楚地说你想离去，看还有没有别的版本。怎么感觉左耳没有人声？你说嗨，今天有没有恋爱？是否淡了忧伤？还说那一场爱，我要你心脏，把真相都说出来。确实没有。表白，听你说你是真的喜欢我，真的想谈恋爱了，那就让情绪决定，听呼吸频率，跟感觉旅行，大不了不谈感情。 Just do what I'm supposed to do，你也不用再演戏，怪我不爱你，是你的情绪。看有没有哪个版本是能唱。我操，这个版本肯定不能唱，可能这个最靠谱，这个比较低。开火要下了，感觉反正播了也不会增加我的流水的，还不如下了。我真的，我觉得我每天啊播的时间长短都没有用，就播多长也一样，还不如播短一点算了。30个小时。谈恋爱了，那就让情绪决定，听呼吸频率，跟感觉旅行，大不了不谈感情。Just do what I'm supposed to do， 你不在意心，怪我不爱你，是你的情绪，每句话在我心里，清清楚楚地说你想离去。收藏可以当伴奏用。
丑事都说出来，才会听你表白。是真的喜欢我，真的想谈恋爱了，那就让情绪决定天呼吸频率，跟感觉旅行，大不了不谈感情。Just do wanna ask the floor to do， 你也不用再演戏，怪我不爱你，是你的决定，每句话在我心里。清清楚楚地说你想离去，好像还行，这个版本可以学一下。就是可以学会了，今天可以把它学会了，在线学。挺久了，播了四个小时了，明天可以再早一点，我还早一点播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直播太难了。